这把武器吗？叫土狗短剑，专业土狗一百年。抓抓！嗯，多嘴！这是！老鬼，躲得倒快啊！ 龙血之魂的特性，主人的这些分身，以我的修为看不出哪个是真身。是不是很厉害？我也觉得很厉害。你能看出来哪个是我吗？龙血之魂的分身并不能维持太久，这个才是我呢。身左右就会消失，而且以主人的灵力，最多应该只能画出两个分身吧。 应该是的，不过我发现这个匕首还有一个妙用。什么用处？我感觉灵魂可以在另外两个分身里面自由转换移动。主人是说，真身可以随意在这三个分身里转换吗？在分身里来回移动，这么说在关键的时刻，可以用来躲避致命伤害，也可以迷惑敌人。没错，对付结丹老鬼。 虽然修为很高，但若能对老夫出手，绝不能到现在。虽然不知阁下来历，但应该有某种限制，无法出手吧？想死的话，本座成全你。难道？ 这七龙的修为，真的有转机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果然。
然如此，一个也别想走。木子如月，快走，我跟灵儿先阻挡一阵。主人，你带他们走吧，灵儿一个人没有问题。不行，义兄，我不走，要死一起死。趁老贼暂时无法攻过来，先想对策吧。灵力还挺强大的，为什么不出手呢？成不对，叫他主人，看来应该是气灵之类的东西吧，难怪无法施法攻击。老贼已经看穿一切了，甚至气灵还能抵挡住，我们先走吧，之后再想办法对付他。英雄，如月说的对，我们现在的实力对付不了他。灵儿修为很高，挡住老鬼应该没有问题，足够时间启动那个阵法了。那灵儿，挡住老鬼一阵后就回来，我带他们先离开。没问题，主人。可恶，你们逃不掉。回来了，我灵力快耗尽了。那老怪也应该耗损了大量的灵力，那个老贼必定会误以为我们走投无路。这种情况下，他肯定想不到这里有阵法埋伏。你们为何不逃了？打算跟老夫来个鱼死网破？天真！阳魂阵启动，这是什么？难道是？放开他！住手！老鬼，尝尝我最后的火焰拳！老贼，你没想到，离火！杨延之，怎么对你没有作用？血煞功法书，这书后所记载的弱点，都是老夫瞎编的。阳生之地的记载，就是老夫设下的圈套。这阳炎阵不仅不会削弱他的力量，看上去反而增强了。没错，属阳阵法不但不会削弱老夫的力量，反而会让这血煞功法威力倍增。老夫若不是演技出众，怎么能潜藏在凡人之中，掠走那些血石而不被发现？功法后面夹击弱点，就是要你们主动布置，这增强老夫功法的阵力，将计就计，在此地给你们致命一击，再借尔等灵力突破接丹后期。没那么容易。有我在，伤不了主人。都是你这该死的气灵。可恶，被这傀儡拖着，几个大血石就要逃掉了，看来
只好如此。如月爱徒，老贼，快走！这老家伙估计要打亲情牌了。放心，我又不是三岁小孩。其实为师多年以来，有一个秘密想要告诉你，关于西地村的屠村真相。什么？准备好修仙了吗？今天就要开始双修了，放马过来吧。有请李师傅。不是吧，和李师傅怎么修啊？别犹豫了，快上。到底该怎么做呀？照着他做。腾讯动漫 APP。 对，腾讯动漫 APP， 玄幻恋爱推理哪啊，你想要的他都有。初次见面，男人的情谊从那刻开始。修仙吗？这位道友开始就往奇怪的方向去了。爱起波澜，不经意的微笑，爱已沉沦。大腰子，刚烤的。沉沦的是肾好吗？情定双修，让你的温度融化在指尖。这是哪门子的双修啊？放手啊，李师傅。背着我找别人双修来了，想上天？不是，我还没。腾讯动漫，修仙的同学都在看。风夕，我想过了，果然你还是想要双修的，对吧？啥？看了你手机腾讯动漫 APP 的收藏夹。什么的？双修的漫画怎么会这么多？因为腾讯动漫海量漫画热门良心推荐呐。为什么每一部都看到了最新话？因为更新会推送，无法落下任何一集呀。为什么还会评论吐槽转发案例呀？因为评论吐槽转发案例功能都太方便了。既然你这么熟练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哦，为什么会有奇怪的画面出现了呀？那个小道是想和你双修。好啊，多棒啊，你去吧。听我讲。腾讯动漫，爱双修的都在看。